看一看柬埔寨的香烟，柬埔寨香烟非常便宜，非常便宜。一块五，1.75块。这硬包中华，400支。硬包中华3块钱。软包中华也是3块钱。这中华软包3块钱，硬包也3块钱。立群也是3块钱，全部都是3块钱。半宝路1.5块，七星还贵了，快七毛。这都是爆竹吗？哪个？你随便买一个吧，一会儿我也买一包。哎呀，在国内都不抽这烟，在国外还抽这烟。352块钱，2块钱是14块钱。感觉这万宝路也挺合算的，万宝路也可以。中华是，中华买一条才27美金。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啊？三七210呗，100多块钱。还比那啥？对呀。那个单买一包。对呀、啊，先尝一下，我先买试一下。